干嘛呢？我这不是谁？现在往苏澳了。苏澳闽南语怎么念？苏澳，苏澳，苏澳是不是苏澳？所以苏澳跟苏澳有没有关系？有一些地名呢，日本跟韩国的，它是有保留一些中原韵音。他们两个为什么不当姐妹市？苏澳跟首尔。这个是运矿的车啊。对啊，它的基地台那么强。没有，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。苏澳给苏澳镇长一个建议。说你们跟首尔有什么关系？ Repeat after me. 苏澳，首尔。这个是苏澳新站啊。Korean 是建议我们住这里。新麻，你说的那个啦，刚才你说的新麻、苏澳新站，然后再来就是永乐。所以没有叫做苏澳站，是叫没有，是叫苏澳新站。超乎我的想象，我本来以为这边是很大的距离。现在8:05。